大姐已经养狗7年了，出门都会给狗带狗粮和水。因为很赖叽的，其实都跟人打仗打的牙都没了。是吗？哎呦，哎，真厉害！岁数大了，看看牙啊，岁数也大了。嗯、你看那小牙啊，真有劲。啊，哎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多大岁数了？6岁7岁吧。一看就岁数大，就感觉就是这个那个才是，这个正好。哎，你看，你带个小撒气、嗯，可开心了。喂我了水，给你有点好。有水有水水。这都被水哦。一天像带个孩子似的哈。碗水，去这个，喝水吗？狗粮。喝水吗，宝宝？我想和你骗呢。喝水吗？喝不喝？哎，都得带着。那他知道，要是问他。他知道，啥子？眼都够了。小白狗渴了，就得找。啊。再买个加棉的那个，多不贵，便宜。来，拍拍你。啊，俺们这个大冷天家给买个小棉袄穿，平时带个纱巾。让他高兴是吧？对啊、哦，他就因为他有衣服，他没有，嗯、他那薄衣服他也不穿了。带个纱巾是为了高兴啊！嗯、带个小纱巾可美呀、啊，可高兴了、啊。是小公狗，小母吧，俩都小母狗。要不他不母狗，他不会这样。公狗和母狗这差距还挺大的，性格上。啊，小母狗粘人，小母狗气气，性格上粘人还气气，可愿意缠着人了。性格上挺差。你没有看错，视频当中的6只狗，都是一个人养的。这位大哥养了6只狗，他的狗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每一次狗子下崽，他不舍得卖。他说每一只狗就像是他的孩子一样，怕卖到别人家，别人对他不好。那你家养几个狗？养6个。哎呦，这都是你的？你平时都喂啥呀？这咋溜啊？就领出来就这么溜？像人家倒腾狗卖，一天都有卖。就吓的呗，吓成这么多了。家里还有4个小的呢。哦，那你自己才吓的，才11点，还没睁眼。哎呦，在有院呗？大院搁楼里。搁楼里？搁楼回家就分开了，有的他妈整啊！哎呦我天！毛都掉光，那个小格鹿在那自己单独睡觉。好吧，醒醒吧，咱过去玩一会儿啊。哎呀，拿过来给他们玩一会儿，今天阳光还挺好的，晒会儿太阳。太猛了，这猛。欢迎收看《谁最尿性争霸赛》。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出来，钱包现在不处于上风，为啥呢？最近钱包没有参加比赛和训练。先别讲不好，钱包的小弟弟又要受重创。上一次钱包已经受过一次重创，如果这一次钱包再一次被咬的话，我想他不仅会彻底的退出拳坛，更会从此以后再无法有生育能力。钱包，请你不要再打了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小弟弟呀、啊！非常不幸，钱包又一次被咬了。在这个时刻，请大家不要笑出声，跟我一起默默的祈祷，钱包能快速的振作起来。被咬之后的钱包有点抑郁。钱包啊、哦，你要是要点脸的话，下巴你就别给我参加这个比赛了啊、哦！你这个脸这么平，听不听见？你好好反省反省吧，再这样下去，你那俩那个啥也要完蛋了。他的大脸，哎呦我的大脸呢，脸真大呀你！你回去就叫大脸行不行？叫大脸了啊！我看这个。这个老操蛋了，这个东北话说就是操蛋，他不带钳子的，你看看看一下他的头上一点伤痕什么都没有，发现没？因为啥呢？因为他在这里最操蛋最厉害，也没有人咬到他，所以他脑袋是好的。这只我印象挺深刻的，这只看看脑袋也没被咬怎么样，他比较喜欢在那个盆里睡觉，这只呢就是特爱睡觉。哎呦我天，他是最爱打仗的，但是他是最废的，发现没？就是他永远打不过别人，反正脑袋咬的毛都咬掉差不多，这头掉的啊，这头掉的，这咬的啊，这狗都要送走了，你再玩不了多一会儿了啊。
最多这个周六就送走了。想到了删除会跟他们玩一会儿，但是我没有想到钱包会这样。钱包咋的呀？不舍得呀？今天不送啊、哦！别这样，先哭了，眼睛有泪水，是不是？我终于有一万粉丝了。对于很多自媒体人，一万粉丝不算什么，但对于我而言，真的很难。从最开始的几十播放、几百播放，到几千播放，到几十万播放，在一个半月之前，我真的想要放弃了。但是呢，我的女朋友说，再坚持两个月，两个月之内你一定会行的。我觉得你拍的东西非常好，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看，有人喜欢的。就这样，我坚持了下来。直到一个月之前，女朋友要买小法豆，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，因为我已经有两条狗了。我当时想的是，如果我上班了，这两只狗都没有人照顾，如果再整回来一只狗，我觉得我的处境会更难。但是呢，最终还是买了。也就是这个视频可以说是开启了我自媒体之路，刚发出去就有接近一万的播放量，那一夜就接近涨了500个粉丝。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女朋友让我坚持没有放弃。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，我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赏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，此刻已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，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，让烟花偷偷吻你额头，让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生在路上，我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赏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，此刻已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不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。男孩叫鲁大喜，女孩叫鲁花，然后要叫鲁冰花。是以因为草长，爱的人生在路上，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赏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，此刻已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。你干啥？你抱他咋的了？我知道我人生中最不能失去的就是你。咋这么赖呢？啊，你还扒着他睡觉，你真好意思。你既然你睡觉呢，咱也话不多说，不唠的，先把鞋整了。哦，先穿鞋。哎呦我的，这鞋拼脑袋大。哎呀，都离远点啊，离远点。不跟你这期跟你没有关系，听不听见小爬道？哎呀，别捣乱。小钱包，你给我说话。刚才你为什么一直捣乱？说话。好，你不说话是吧？行，可以，我惩罚你啊、哦！你等着，啥也不用说了，今天就让你自己吃，撑死你！啊，下一个是删除，动一动啊！删除来吧，删除来，吃狗粮了，过来来吃狗粮了。穿那些不穿就是狗粮都不吃。咋的了，兄弟？让人煮了？说来，行，好了，不穿了，行，来，脱了，不用这么赖吧，不穿鞋了，待会儿这背要不要了？虽然说我答应不穿鞋了，但是我没答应不给你穿衣服呀。不好意思哦，删除。删除，我看你这造型好像是发生什么事了吧？你这造型好像是刚被人那个啥呀？我发现，当个狗也不容易啊。
行了，别不搭理我了，衣服都脱了，要不咱们给拉黑穿衣服吧。哦，删除。嗯，说干咱就干，谁也别惯着谁。蓝海，给你穿衣服啊，蓝海。好坏哟、哦！